追赶跑跳碰，森林 PK 运动会开打哦！这只兔兔跑这么快，是在急什么？哎，怎么又回转？还干脆又往回走，这是哪招啊？不让东西奥运专门淤青。爱兔协会昨天举办兔林 PK 运动大会，现场上百只兔兔同场竞技，比赛项目包括跨栏、短跑、跳圈圈、登高等。有的兔兔是健步如飞，但是也有兔兔任凭主人怎样推屁股、百般引诱，还是不动如山，或是干脆失控乱跑。他们逗趣的模样，惹得全场笑声不断。单位表示，运动会是要宣导饲养的正确观念，例如短跑赛的赛道很窄，是因为兔子有沿边边角角行进的习性。而登高赛则是提醒饲主，兔子喜欢爬高，但却不会自己下来。昨天活动还有大耳兔、重量王、伸长王比赛，要提供健康义诊。邓新闻，盼我帅兔报道。